也是那猫手。哦，他要把他小狗狗吃掉。然后跟着去吃掉。来，往那边看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，这个一杯了。水的瀑布底下，注意听哈，大象狗顺便照顺便听，他们这个设计的方式跟大陆四川，它有时候会跑到上面去。 他有时候在这里面穿来穿去的，我只看得到自己。长大圈，好可爱哦！大家拍一下，等一下啦！要来拍啊，拍！好可爱！哪里啊？在那吃饭，好可爱哦！他都走了，你还跟上去没？还跟上去了？我怎么没吃到呢？